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哎呦，车里头飘的全是柳树的花。啊，昨天咱们把这个空调的那个冷凝器已经修上了，修上了。然后昨天因为太晚了，就没有去加氟。我这边西藏这边想买氟自己家，是不给发货的。然后今天去那个汽配城，去一个朋友给介绍的去加氟。昨天认识的蓝山的他有蓝山给介绍这个去那哪儿加氟，去那个汽配城加氟，然后收费也不贵，按成本价，就是但是这收一个工时费，这是应该的。然后把氟加完了，然后我再买几个滤芯，空气滤芯、机油滤芯还有那个柴油滤芯，然后我把我这个那什么也弄上，把我那个车得机油得换了，该保养了。不保养，这跑了快没有一万有七八千了。好了，今天出发。地图开始为您播报前方路况。打上几个？哦啊，好，要柴油格的嘛？柴油的。不是要柴油格的吧？柴油滤芯、机油滤芯、空滤、三滤，我自己换一下。来，去年前年跟你们家买过东西，去年没来。柴油格，柴油在这儿。就这吗？在油水分离。就这吗？对。柴油格是长的，机滤在底下，这底下。要不我看看我这啥淘宝记录吧，我得让有信号啊。那你就放下去吧。对，这里。我寻思买空气滤芯，结果他们家就剩一个了，我就带两个，车上带一个。机滤、空滤、柴滤，一共多少钱，师傅？我帮他，你看他家机油是不是？这上不写着吗？陆风X8吗？陆风X8 2.5T 没错了，那就。我这14款的。啊。没错。就这个吗？对，那就没错，是。直接在这儿顺便把滤芯换上了，换上之后柴滤太贵了，一个柴滤要卖80，等回家再换吧，暂时先将就用，要不然这一个柴滤还不少钱，从网上买很便宜的。我想着搁他们家再打个滤芯，这老板告诉我没有了，不卖了，用一个得了。之前也总搁他们家买件，空滤换上了，然后机滤一会儿到时候找个合适的地方换个机滤，然后现在去朋友那儿去加氟。到蓝山介绍我来这个新城汽车维修，是蓝山的朋友的地方，然后把这个空调先打一下，昨天焊那个不知道漏不漏，如果打压不漏就可以把氟中加上了。来，待了几分钟，压力没往下变，没掉，准备加氟了，没问题，关漏就不漏了。滤芯在这儿底下，看见了吗？我滤芯我这也有，拿出来。等会儿先弄这个不得吗？先放机油啊，先放啊。行，小兄弟说不用上架子，直接在底下先弄着。你好，老狼是吧？对，是吧？昨儿蓝山，我不抽烟，谢谢。蓝山跟我说，你上我朋友那儿弄去。刚才这蓝山店，我刚谈个生意。哦。辛苦这小师傅帮我换一机油。哈哈，头掉里头了呀。正常，好多都往里掉。机油加完了，火打着了。这新机油加里的，这发动机的声音是好，当时声音就小好多。我那氟漏没了，就往里边吸一点油，不冷油。嗖就冲一下。金牌。车打了吧？对。哥，你在啃什么呢？哥在啃那个
磨牙棒呢。符已经加完了，加了三罐符，现在车里边已经很凉了。然后给老板算账去。人哪去？弄上了，然后加符公司50，30一罐，然后再加换机油，收了我200块钱，算了，都不容易，都挺辛苦的。要不然我寻思我自己换吧，有的时候涉及到啥问题，朋友们，没有合适的地方，有时候你自己换机油，放出来的废机油会污染环境。这块那个废机油直接就他们就装起来了。有点饿了，找个地方先吃口饭去。这两天我们自由活动，也就没有做饭，基本上也是各自吃各自的。没有说一定要在一块儿吃，所以说请大伙儿谅解啊，别说几个人又散伙了。还有人问安然哪儿去了，这个哪儿去了，那个哪儿去了。我们这几天在拉萨吧，因为都有各自的事儿，集体活动4台车一起走也不方便，停车也不方便。然后我就跟大伙儿说，就是各自活动吧，想干嘛就干嘛，然后走的时候统一联系，咱们就直接集体出发。过来弄了一大碗牛肉面，好像小白他们也没在营地，他们也出去吃饭了。我这儿太饿了，离他那还挺远，先自己吃了，不管他们了。哇，还送个茶叶蛋，还有个茶叶蛋。一大碗牛肉面花15块钱，最神奇的是，刚刚我正吃面，我就听着这边有人放音乐，正好是我视频里吹口琴，豆格格那个视频。然后我一看，来个粉丝，你怎么称呼？啊？怎么称呼？我现在在车上摆地摊。摆地摊？在哪儿摆的？我吗？叫什么？真名还是？就是一个网名。网名奈何桥上摆地摊。奈何桥上摆地摊啊！哇，好大气！正好赶上他们在吃面，我一听说放的是我那个视频里边的声音，太巧了。行，你慢吃啊，我走了。再见啊，再见。世界真小，吃个面都能吃出个粉丝来。然后我就是正吃，我一回头，我听，哎，我这口琴声听着这么熟呢。下来，我拆瞅瞅，你们下来，你看啊。有没有上我后边偷东西？真的上我床呢？小兔崽子跑我床上爬去了。本来想带着小白他们去看米琼日寺的，但是这边山上在修路，师傅告诉我说得过3天，星期一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师傅看见咱家格格了，好喜欢。它是一只小边牧。三四弟弟你上来啊。对，好，来回来吧，哥哥。你干嘛去？回来。去不了。师傅说周一就可以上了，到时候小白的车也可以上了，这上面再去录。这个地方熟悉不？噔噔噔噔。熟悉的地方，小婷，师傅没在呀、啊？银川开坏那个吗？50吧。车放盖咋放盖木了呢？我的车，我不回一回内地的时候，在车没坏了呀。咋的了？哪儿坏了？发动机加盖，穿了两个大洞。那咋和咋修啊？换发动机。换发动机的也得有啊，买什么？这什么呀？狗粮、猫粮。嗯。四波都能过来啊！我刚才去米熊日寺了呢，然后。那大哥也去了米熊日寺，他没看着你啊。不让上啊。
咋了？你是米球日式的？哎呀，关大门，我不让上，那修路，他得周一能上。我看那么脏，哎，不好看，我上去。终于见到你本人了，笑死了。行，我跟你说，刚才特别巧，我在吃面的时候，我正前面吃，我就后边我听着有放音乐，就我吹口琴的录视频，我说谁看我视频呢？就在我后边转。这个有句话叫无巧不成书，你知道吗？在这边我叫老狼，然后旁边有一个长发已经过腰的美女。是你的。叫什么来？你告诉大伙叫啥呢？我叫小绵羊。我叫老狼。咩，那你会狼叫吗？咩，小妹啊，天天见粉丝，旁后边这个大哥也说看我了，看我好几年了，然后是不是看着我完了跑拉萨来了？基本上是这样的，基本上来了，去年好了，疫情给挡回去了。这车吗？这车。哦哦。他怎么回事？是大哥这车有点问题。那他是不是那个转向秋龙那个甩那个油啊？你把车打着，把轮打死，往外打死。我看了没什么反应啊，又不像，对吧？我怕那个。看一下吧。实在不行。只有这一面是吧？是两边右边还都有。我看一下。但我换没多长时间。打死我这边打死。好。秋龙套坏了，哥。我看这边，往这边打死。这边没坏。这谁的线呢？不要了是咋的？你这个秋龙套坏了，你打过来你看看吧。你往这我让你打死，你看一下。好好，松哥。来。这里边，就换个秋龙套就行。我给你打开，你看看。你看看，看这边看清楚，看见了吗？哦，秋龙套碎了。洗澡了啊，洗澡了，洗过两次了，他就是不害怕了。要不原来一洗澡害怕。哎呀，你真臭！你还问我在这屋里洗澡，走开！他身上是土多。小公子，你是公的。母的格格。哦。你是不是有点热？有点热。没事，他不会。没事吗？我的狗也是这样的，它这毛这么厚，它现在毛还没脱呢，这不是出小痒的，有的时候它不听话，到时候它跑了你叫它不回来。是要酸，等一下这个毛多洗一下那个白毛。对，你也知道那个狗，你要不是自己养的狗，半道你叫你跑的，你叫不回来，多憋气。大哥请我们去吃饭。我们一大部队呼呼啦啦就走了，格格就不带着他了，放在车里边。如果带着他，他能把整个的餐厅都给搞砸了。他淘气了，放在车上。但是我抱着他就行。不行，真不行，咱别带着，到时候先惹祸了，咱弄来不及。车就放着没事吧，小婷。不过是因为关上吧。我那条狗在车里边。